经常面试别人，也被别人面试的人来打，但是面试官总从不同的角度去问面试者，而且还会有其他的问题。比如最近一个面试者遇到的问题，面试官，为什么1+1+1=123？看看大家怎么回答的。一，你可以想到的答案就是答案，看你怎么理解，或者说你要放在哪里用罢了。2+1=2，这是理论问题。1+1=1，就是说一堆沙加上一堆沙，还是一堆沙吗？1+1=2。三，这个问题要看你是怎么想的。从我一个理科生的角度，当你问别人1+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时，绝大多数的人都必定认为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，或者认为是一个哲学上的一杯水加一杯水，一堆沙加一堆的问题。但是这样会有三出现吗？更有的人想到了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，生出一个小孩的答案。其实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的复杂，这只是一个小学的数学问题。在小学程度的数学中，在四舍五入的情况下，有近三分之一而又不足三分之一的几率是1+1=3的。从1.1、1.4，我现在只以小数点后一位数来说，在四舍五入之时还是一的。例如 1.2+1.3 是等于 2.5， 如果是四舍五入，那就必定是三了。照此类推，从 1.1、1.4 有多少个组合可以是 1.1+1.4？ 同样 1.4+1.4 也是成立的， 1.3+1.4 也成立，只要结果大于或等于 2.5 及以上就成立了。四，1+1+1=123，那么1+1=2+1=3，其实有 n+1种答案。怎么想的？只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，那就有很多个答案。小伙子回答非常机智，面试官起身鼓掌。而我总是需要问这个问题，并不是在于这个人是否知道或者懂得这一摄影手法或道理，而是在于他的思维能否跳出一般人固有的观念圈圈。更重要的是要他明白，不要把本来简单的事搞成很复杂。大家认为呢？每天分享职场故事、职场经验、职场